也是惊险的画面，轿车从彰化交流道下高速公路时，在路口追撞一部自小客车，结果轿车就直接撞向了加油站，不但撞倒加油机，还波及到一辆正在加油的救护车。当时油管不断的冒出油来，加油站的员工人就站在加油机后方加油，听到巨响赶紧后退，差一点就被撞上。救护车正在加油，没想到突然冲出一台红色轿车，砰的撞进来，把加油机整个撞断。再看一次画面，仿佛都能听到巨响。到底怎么撞的？其实也很离奇。把镜头拉远看，在这个路口，红色轿车从彰化交流道下高速公路，先撞上自小客车，然后直接撞进加油站，撞倒加油机。当时加油员正在加油，赶紧跳开，差点被惨撞。跳急诊后方，吓一跳啊！然后后面就一直听到他的车一直在。运转，那我们就只能先躲后面。车祸来得太突然，红色轿车撞倒加油机后卡死，油管不断冒出油来，就怕发生爆炸，所有人绷紧神经。他怎么会这样撞进来啊？我是说他们有吓到，有点忘记。事发在中午2点左右，车祸现场一片凌乱，加油机倒下来，把救护车的玻璃都撞破，救护车驾驶心有余悸。卡住哦，现在卡在那个交通那边卡住。那时候车上没人啊？没有。而第一台被撞的轿车停在路边，红色轿车撞到对向，撞进加油站，实在惊险。因晃神不慎追撞前方灰色自小客车，红色自小客车驾驶因受到惊吓冲入对向加油站。警方调查，红色自小客车驾驶酒测值为零，他先是晃神撞车，后一时情急再撞进加油站，还好人都没有受伤。车祸真正发生原因还要厘清。记者道茂综合报道。